我和现在玩的手游《复活节神 I Universe》，然后是国际服的。先来看一下公告，这个怎么跑到前面来？10月15号，这个应该就登录送东西嘛，3000钻加白金票券。然后这是这次的活动，南国的乐园巨大拱门，收集椰子可以换 S 的不要放开游泳圈跟波鲁卡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登录奖励啊，500钻跟远征券，然后玄龙站17号还没开放，觉醒素材掉落2倍还没开放，这个应该不用特别录起来吧？16、17，那每天开放一个是不是？16号挑战次数2倍，这个应该也是有出现过活动。然后这次新增的讲师，我也不知道那个角色好不好用，呵呵，自己去发爬文。喜欢的就抽这样子，我一样没有打算去抽他。然后后面还有就是，召唤资讯，这个都是讲师的吗？这个应该不会进白金池，应该技术继承，然后期间限定某些角色在主线上升2倍啊，那个活动3倍这样，应该是这样吧。然后这个是活动的收集椰子换角色跟装备道具，石头的卡能力上升，椰子掉落量啊什么，这个呢，我有特定角色会加椰子掉落，然后还有我要特定角色还会掉热带椰子，好，终于知道那个道具的名称了。日文的完全看不懂，是椰子来着，是会换东西，然后碎片什么是干嘛？会换水，会换东西，好啦，应该就这样吧，我都没有漏掉了。版本更新，它有更新哦，22号哦，没有，他预定要更新。22号，11点到3点。为什么国际服的更新都比较快吗？我想一下，没有，差不多也都4个小时。好，没有比较快。然后看一下活动，等他跳一下。我已经在手机打掉了，就跟公告差不多嘛。特定角色有掉落量增加，跟会掉那个热带椰子，上升了某些关卡，有我每天3次3倍这样子。我没有破完，总共我差最后一关啊，哇！换起来，波鲁卡，这 S 的应该不用看得太仔细吧？然后这条是那个活动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装饰品加冰抗性，扣腕力、体力加智力，这用得到。
白金票券，我还有一个换不起来。剩下的碎片应该不够把角色换出来，我收台再自己换吧。消耗品跟碎片，好，那些我收台再慢慢换掉。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抽的。哦，还有那个故事哈，好，没有记，如果我还记得的话，等一下要去把那个故事录起来。差点忘记，每日的抽了白金票券，普通的白金票券不够，然后是眼球的白金票券。不知道正式名称是什么，我是在上面有一个眼球，叫他眼球的白金票就应该没错吧？好像也送蛮多张的，有没有五六百张啊？还是我把那个日服跟这里混在一起，整个都是一颗眼球啊，是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另外一边也是眼球。新角色哦，好吧，我想太多了，突然顿一下，还以为有抽到新的。看来应该是碰菇了，连 SS 都没有出现哎。哦，碰菇，我都抽了啦。然后螺旋回来，就是之前的奖池，就是这次的奖池。好吧，我没有打算抽它啦啊。角色可能去帮他爬个文，有人会分析，喜欢就抽。OK， 那差不多这样啊。不过我再看一下我什么东西漏掉了。那个容易应该没有漏掉，那个打普通关卡会掉。闪光、神臂。这个钱好像可以换一下。那个龙印的话还有没有？没了，结束了，好吧。反正我换完了，好，差不多这样。